这是我朋友唯一跟他我去订购，有电视十万广播的，还有这些粉的，你想问其他人看？哇哇哇！哎，恁这真水呢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五教。五教，洪维夫教吼，其实在我们来澎湖之前呢，就已经听说了啦，各大那个庙会的社群里面了吼，已经被洗版了啦。 我是只江苏一个查甫仔，拜托你莫搁挑工教我啥。你到请爷爷，坐车西林到楼骹，做你的师傅带你死不行。两只细餐厅也是路边摊，只要你欢喜，小风我来拉。虽然我到的不是有只鱼嘴，但是咱妈祖只有你一个。 各位朋友啊，人讲平湖遮咧有一间庙要办鬼神，特别的活动，是真正的王尊，要伫咧海上掠鲸哦。这些讲是全台湾足罕见的啦。伫咧咱台湾的野王祭典当中啊，借着大天孙秀廖敬查访，也佮有进行河温压衰道沟科技，将地方上作乱的鬼魂啊，也佮有会传染的病毒收起来。 甲这无好的物件，安搭伫咧王船顶悬，最后用烧化王船的丧王医生呢，或者系歹命消失伫地方呢，完成大天孙秀安静安民的工作。其实平湖吼，伊家因为伊船足多，造船工艺足发达，是啊，所以伊王爷用诶造船师傅脑子是着吼。 都会有一个医师哦，叫弃罪，所以让个配偶会护造王船哦，都会有一个医师哦，叫弃罪。哦，就是真的是下水，哎，下水就是航行。其实我有做研究哦，在明代的船舶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船哦。你看它已经五六百年了，它还是照这样的船的结构，所以事实上你看证明这样的船的结构还是可以航行在海上。对，这样的那么一个伟大的东西，其实它包含着很多我们祖先的一个一些记忆啊、历史啊、传统都在里面。对对。然后它现在能够这样子在现代让我们这样就在眼前。